主料，长茄子一根，黄瓜一根，辅料，红甜椒、黄甜椒、胡萝卜、大葱、姜、大蒜、酱油、盐、白糖，基本。淀粉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茄子洗净，切成小丁，红甜椒、黄甜椒、胡萝卜、黄瓜分别洗净切小丁，锅子火上，放入适量油烧热，先放入茄丁煎至金黄色，然后捞出沥油，锅内留底油烧热，用葱姜蒜末香多，放入胡萝卜丁先煸炒一会，再放入红黄甜椒、黄瓜丁翻炒，最后放入茄丁，加酱油、白糖、鸡粉，腌半月。待所有材料成熟后，勾的薄片就可以出锅了，稍稍变通一下，盖速为荤，加些肉丁进去味道一样不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